大家好，我是 Angel 啊，今次嚟玩一下我哋柏龙自家出品嘅《天堂我要进来了》玩法咧，我相信大家都知噶啦，未知嘅朋友记住睇翻我哋嘅教学啦。事不宜迟，开始啦！好，大家睇晒手牌未？睇晒。好，咁就开始啦。好，我想睇四号同五号中间嗰张。彌補翻上鋪冇人睇嗰張咯。哦，咁快俾人睇曬。嗯。我哋睇 Leo 同阿康中間嗰張。OK， 跟住個 flow 啊。好，我睇二號同三號中間。嗯，睇三號四號中間。你啱啱睇咗一個圈咯。唔好睇漏啊！好，看完你看阿康的張牌，唉，暴露一下阿康先，好陰險。中立的牌，中立、okay. Sarah 你見不見到皇冠啊？什麼見不見到皇冠先？不計你手下，你有沒有見過皇冠？無論是見到其他人或者見到自己本身的牌。為什麼這樣問呢？想了解一下。我想知道你手上有什麼資訊令你突然間這樣問。你都要拋啲資訊俾我先，我先決定答唔答你。如果佢透露翻少少資訊嘅話，會容易啲答到，即係有個 target 啦，即係我會答 yes no questions， 因為我只係暴露咗少少資訊，會容易過點樣要隱藏自己嘅其他資訊，唔可以暴露更多，會好過佢普通就咁問啦，你見到啲咩啊咁樣問見到啲咩嘅話，感覺上就係、一啲試探嚟，即係普通嘅試探。嗯。我覺得呢場可能有食肉。哇！哇！哇！你係睇咗哦？哇！我見到佢食肉嗰陣，就心諗大件事，呆咗咯！真係一嚟咧就已經俾阿康睇牌啦，咁佢睇到我係心心啊嘛，跟住然後佢好快咧就問有冇皇冠喎，佢問 Sarah 喎，咁然後就一路唔知點算，然後我就呆咗。哦，我又見到皇冠。哇！咁我應該要投票啦，我決定指控。咁快？你又見到咁快？係，我決定指控。哇！咁快啊！指一指啊！我決定先指控 Angel。我嘅指控理由係Sarah 睇咗嘅牌咧，係佢隔離嗰兩張，同埋我同 Leo 中間嗰張，唔計我呢張，其實基本上咧嗰張我已經知係咩嚟啦。咁而阿 Sarah 話佢見到皇冠喎。咁所以我覺得 Angel 係食肉，因為我最初見到嘅其他玩家嗰張牌係張心嚟嘅，咁我就會覺得呢場好大機會會有食肉，咁所以我早啲指控咧就係俾一個隱藏資訊，就係我懷疑食肉喺呢個位啊，你哋留意一下啦。咁同埋我早啲做呢個動作，可以留意到其他人喺指控嘅時候個反應，會唔會有人跟波贊成，或者係佢隔離嘅嗰兩個會唔會表示反對？一、二、三。好惡毒啊 ！OK， 好神奇地 ，Sarah 係贊成嘅。點樣神奇呢？如果我唔係色慾嘅話，我就都贊同噶啦。你係色慾先至要贊成咯。我又未必同意喎。點解啊？係咯。你係色慾，而家有人幫你孭飛，成為代最高人，你梗係會贊成嘅。因為其實我看到 Sarah 的其中一張身份牌咧係皇冠嚟嘅，咁皇冠其實一係就嫉妒啦，一係就係色慾啦。咁既然阿康提出場上有色慾的時候，其實 Sarah 都很有機會是色慾咯，尤其是佢都是坐 Angel 隔離，咁佢哋會分享同一張身份牌咁。這個是一個可能性，但我覺得呢個情況下佢嘅話，兩個可能性都可以是你指控 Angel 係色慾，係。我想數一下大家手牌有冇皇冠。因為我唔係好 sure， 根據我睇嘅牌咧，有機會大起大落嘅，因為我唔係好 sure Sarah 嘅身份係乜嘢。你係指手牌啫，淨係手牌，淨係手牌啫，費事爆大家嘅身份啦，係咪先？淨係手牌啫。數手牌一嚟，大家唔需要太過著重於自己嘅身份牌啦，咁啊，大家防備心，我覺得會比較降低一啲啦。手牌其實都足夠我排除 Sarah 嘅其中幾個身份嘅可能性。我有皇冠啦，我有皇冠，你都有，有等先，等先，手牌喎、啊啊，你揸手嗰几张喎，我都系手牌喎、啊，
扮有皇冠咯，佢哋問啊嘛，我見佢哋個個都舉手，我又一齊舉咯，但係其實我冇嘅，跟住然後就睇下可唔可以。即係扮自己嗰、那個張身份牌唔係皇冠咁樣咯。嗰刻明知道 Angel 講大話，最後嘅結果而家係多咗一個皇冠。我同佢講話啊，一定係有人講大話，咁即係等於我暴露咗自己兩張都皇冠，即係等於暴露咗自己係嫉妒嘅身份，就等於好似暴露咗自己可能係其中一個大罪人咁。咁如果係咁嘅話 ，Sarah 就唔會係你心諗嘅身份啦。嗱，我覺得有另外一個可能性嘅。我懷疑 Angel， 而 Angel 舉手，咁 Angel 可以手牌冇皇冠噶嘛？又啱。嗱，你都知 Leo 一隻 ，Leo 佢既然投得贊成，而家呢個時候舉手，佢有權講大話。反而 Ryan 係完全佢一開波投反贊成，但佢都願意話自己有皇冠，所以我覺得佢呢個嘢佢屬於真話。唔記得邊個投乜嘢？而家就係你睇下你信唔信我同佢都係講真話。其實我某程度上係贊同阿康嘅，只不過我想睇多一陣，睇多一陣先，我覺得太快。啊、我為了證明我決定指控 Angel、我的理由就是我已經把我手牌的唯一皇冠卡打出來了，總是留到去我的 turn 我再拿出來。好，一二三好，全投票。好， Angel 請你的最後機會。我怎麼知道啊，大佬。當我去問 Sarah 其實她有沒有見到皇冠的時候，她的態度令我覺得其實他真的有見過皇冠，變咗有兩個可能性，我會想，一就是 Sarah 攞住色慾，所以他可能講大話；又或者是 Sarah 是一個比較安全的地位，而他見到的皇冠是在他的左邊或者右邊。咁如果咁巧 Sarah 的 Angel 中間嗰張卡是皇冠的話，咁 Angel 就很大機會是色慾。呢度一隻，嗰度，咩都唔知道。Kitty 保咗我入啦，知唔到？等我先啊，呢个唔系一个先，一二三，即系一二三，一二三 ，OK， 好，我嚟开开牌。咦，我整应该点都错嘅，因为我好细。拜拜。最大。佢嗰边最大嘅，得一个你。系啊，即系系咯，深深唯有一个可能性。真係太少資訊，因為我太驚，然後好少問問題咁樣啦，唔係好知 Kitty 嗰邊嘅手牌係咩，咁我就靠 Sarah 係見到佢一隻皇冠，然後再睇阿康嗰邊係瞓覺嘅，都係靠估咯。咁 Kitty 嗰邊唯一一個會成為大罪人嘅手牌就會係我係心心啊嘛，加佢係一個喊嘅樣，咁咁啱真係喎，咁就估唔中咯，原來 Kitty。你先言咧，咁呢一局就好清晰啦，因為咧我係最細嘅呢個色慾啊，我係色慾 ，OK， 咁樣就係咧場上面嘅羔羊啦，咁而我係指唔翻大罪人出嚟啦 ，which is 係 Kitty 嘅，咁勝出嘅就係你哋咯，惡人隊啦，發手先，佢哋就好啦，咁快捉到我。不過透過咧犧牲咗自己嘅呢一局咧，大家都應該對《天堂我要進來了》呢一隻遊戲有更深一層嘅認識噶啦。今集就嚟到呢度啦，拜拜。